英文可以很简单，你只是需要英文脑。Hi guys, Lucy here. 欢迎来到英文脑改造计划第四集。今天我们要进入阅读主题。英文阅读应该是很多人的噩梦，根本比恐怖电影还可怕。常常每个字拆开来看，好像都看得懂，但合在一起就是看不懂。不然就是辛辛苦苦把整篇文章朗读完，才意识到我刚看了什么。我小时候阅读遇到这种状况，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很笨，但后来发现其实只是没有用对阅读技巧而已，不是因为笨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两种阅读策略，让你轻松掌握文意和脉络。第一种是宏观阅读策略，也就是利用副词判断文意走向。比如说各位都看过的 but 这个字，当你看到 but 就会知道接下来的语义要转弯了。其实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副词哦，像是 just。For example, in Taiwan, when we want to drink some water, we can just pop into the nearest convenience store and buy a bottle. 在台湾，我们想喝水时，只要到最近的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到瓶装水。我们可以由 just 推测文章后续会多一点买水不便的例子。还有 although, though, while 这些字。For example,It's not easy to get clean water in some countries, though. 在某些国家取得干净的水源却不容易。从 though 可以看见语气的转折，并合理预期接下来会出现反例。另外还有常见的 actually.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have to actually gather their water from the air around them.某些人竟然必须从空气中捕捉水分，看到 actually 就能够感受到后面提到的事情是与预期相反的，令人吃惊的。还有 still, the low tech is still enough to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这种低阶技术仍足以改善上千人的生活。从 still 可以看出前后的矛盾与对比。第二种技巧是微观阅读策略，也就是把人、事、时、地、物等片段资讯抓取出来，拼凑成完整的讯息。如果抓对关键字，阅读效率就会变得超高。那这个部分因为需要比较大的篇幅展示，所以我已经把内容都整理在下方的部落格文章咯。欢迎点选连结进入更详细的解说，让我们一起进化成英文脑。英文脑改造计划，我们下回见。